最近这个Joker 呢，不顾这个全世界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流行呢，就是说盲目开了一个叫阿德里亚这个公开赛啊，结果这个比赛之后呢，造成了很多运动员、教练员和这个培训员的这个感染新冠病毒，现在已经查到有6个。运动员、教练员和 trainer 感染病毒，而且连著名的这个保加利亚这个网球明星呢，Grigor Dimitri 就是 Dimitri 也感染了哦，感染新冠病毒了。所以这个 Joker 呢，就是德约科维奇真的是罪该万死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的自己的这个 selfish， 对不对？自己的这种欲望、荣誉感膨胀呢，把这么多观众、运动员置于危险之中，他真的该死啊，顶顶。